叫了。点了点了。哦，这样好吗？啊，有吗？看看会有。有。你的，我在帮你看你的。我有，我有帮，我有看。放这吗？看不到走哪边，最左边吗？还是最左边？那边稍微高了一点啊。刚刚到底有没有拍这儿？啊，最靠左边滑，滑到缆车为止。黑线，没有，他没有说那是松雪的黑线。那第二次，一样靠左边，但是转到松雪区。这样 OK 吧？好，然后过去。这里。跳起来。哦。是。嗯，有一点。不要动动。对，不要太痛。
下面也很平，几乎没有波涛。最右边好像有人试图挖馒头，中间就是有点小雪堆的状态。好，弄一点速度，然后就这样下去吧。喂喂，对，上去吧。哇！
都是有盖子。可以去跟南野说，你快点去提罗罗都有盖子。有没有盖子啊？我们只有一个缆车没坐过。最旁边很短的那个。对，因为嫌它短没有坐。太短了，那上去。搞不好它没有盖子。好啊，那这里的那个雪票，另外一个可以加分的是它有热水。什么有热水？厕所有热水。有卫生纸。嗯。我不是这片看不到，步道看不到下来的，就是这两条啊，还有这两条路啊。这个雪感觉没有很多呢。是现在是大概有三条路，是不是？我们走了第一条，还有二号跟三号。左边我猜是三号，这边我猜是二号。但是我觉得它的跑短没啦，就只是我们纯粹就只是来滑过而已。不过我现在见识到第三个，第三个蛮宽的，很陡哎，陡度还好，看起来还好。但是超打没了，全没了。想爬，那爬一点点去右边好了。反正等一下再坐一次缆车，还不是得爬？那就先爬。这个的客人真少，这个缆车。好了，再踩一点，再踩一点。好，这次靠右，不要往左跑啊！左边花的能量多，这里花的能量最少。好了，差不多了。已经不起雾了，我也不知道是起雾还是外面雾了，里面已经不起雾了。
感觉就只是这样，跳跳的，也就是被人挖出馒头了的松雪区。我在一个馒头上面站直休息大腿，大概再下几下就下去了，就滑完了，就又回去了。而且那条路我要接去哪？它跟缆车方向不一样，就是我们这条后来直直的往前走，就不知道跑去哪了。不是缆车站吗？我希望是啊，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啊。嗯，就是一条路在缆车的左边，一条路在缆车的右边，我现在缆车的右边。嗯，啊，好了，走了吗？你先吗？都可以啊。你先。换我先。一直都你先。嗯，那不要换你先吗？不认识的路都你先。啊，这里就下去就认识啊。都可以。好啊，哦，一下下就下那么远，啊？现在没有雾啦。很吵，不用啊。在哪里啊？哦，左边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缆车站在左边，走吧，再来一次。要进去吗？啊、要进去吗？进去可以直直下来。好像有点高欸，上得去吗？可以了。好像有点高欸，我觉得我看不见。可以欸，但是。朝下就上去了。再等我一下。
哟，好了，走吧。我会怕，你先。不是啊，没有要你直直走啊。不是要不能直直走啊，这里稍微左拐右拐一下。看它是黑的，就大雪啦，一开始就滑最右边，那应该就变得像绿圈一样，然后再做这个再上去，就一直滑右边，滑到觉得差不多，再还滑这边。对，一堆人在这里，山羊站没有呢，他们滑很快，看起来铲出来的雪很多，这雪很多，没有，是被铲起来的，不是厚的，是。看起来很多嘞，我穿的时候很多。没有那个，如果是原来厚厚的那种多的话，应该是，应该是。下半部的绿线就接回我们刚刚那个。
就想说去坐一下的那个鸟的缆车。我们坐了最下面中间的那个上来之后，我就说，怎么对面还有一条缆车是上来的？然后就去划那个绿线看看，有种山背后的绿线的感觉。那个山背后的绿线，一边绿一边黑，黑好像没什么。吃饱后滑的第一趟，走不进去了。啊，反正这里滑了山，滑下来之后，我们就是去滑那道接回去的绿，然后这样子接回去的绿，接回去的绿，再往上拉。就可以回到拱多拉，然后我们坐拱多拉旁边那一个，坐拱多拉旁边那一个，再去滑那个最一开始滑的那两条红，再滑一滑，滑到 OK 就滑下来了，差不多。好，下车左转。停得好，不要倒。去滑，下面才更陡，那个人站的地方。那里有个小
多的地方啊。我们餐厅出来以后，坐了缆车拉到这，然后我就看到对面有个缆车，我就说奇怪，为什么山背后也有一个？所以我们就划了这个绿线下来，然后坐了这个缆车。好，走。先啊，你下去了就你先。对啊，这里比刚上面更陡一点啊，最陡就这了，没有别的这样啊，不就你先吗？不是，不大想滑了，害怕了，害怕了。现在完全是清晰的啊。滚雪球，滚雪球，滚雪球，雪球。
好了，我好了。刚刚那个角度是最怕的，而且是站这个方向比较怕，站那个方向比较不怕，很奇怪吧？怎样？要换我？哦，好。差不多了，他会闪你啊。他是在叫吗？他说阿勒，我们可以直冲啦。那我录一下影。现在对着太阳，好亮哦。啊，跑了跑了。没了。刚刚雪很亮哎。不会啦，我只要不要突然撞就好了。而且我头朝前，他应该会从我后面过吧。好，走了。都被刮走了。回头那个三家那个都是蓝的啊，三家天空蓝的。没力气了他。
是啊，哦，右边更蓝哈，拍一张好了。就是一堆树跟蓝天啊。坐缆车记得吗？蓝色，对，想起来这个了吗？不是啊，我就说是我撞。然后你又说那个没有撞了那个，撞了什么？撞门。哦，卡门那个。啊，这边比较不敢，这样子才好玩。嗯，而且太阳亮亮，把云照亮。你要拍吗？没有。现在掉下来雪，虽然很少，但是都还蛮大片的。嗯。嗯，那个圆圆的。嗯？哦，那怎么没了？这里信号不好。是啊。嗯，看看，已经是3:20，我坐缆车都还差几啊？是哈、哦，3:20了，那不就3:30就都没了吗？上得去就是。啊，上得了就上。现在啊，直直进又下去啊，然后就是有一个你重复坐两次的那个。啊，走右边的话就是到广东啦，啊，广东啦旁边的那个就是我们早上坐的第一个。这又要下山了，是不是？啊？那我就跟着你就对了。对啊。光玩的是这个，很难下来的是这个。很难呢、欸，好陡哦、喔，我要挺住哎、欸。嗯，中间比较陡，这上面不陡。然后这个就是一个不知所谓的黑线。他只有一个人吗？自叫自酸，还是他已经很前面了。
那后面的还不动。哦，扭的厉害了，你看他的准备动作。你说准备出发的动作？对。可能他会扭那一下，他下不下去。嗯。是用扭的。对，用扭的。这个是这样扭吗？这就是错误的动作啊。对啊。扭腰与急转。是不论 ski or snowboard 的常犯的初学者错误，甚至中阶者也会。所以都我看影片就有很多说如何不扭压，如何矫正。不紧张还会乱扭压。嗯，有个机车去了。他们的也都是中间有帮忙，还有这个没盖子啊。所以这个没盖子，那我猜那个什么 family 的短的也是没盖子。我们要去的那个山会不会现在大太阳？你看，但是我们坐得上那个缆车吗？ You will soon reach the top. 啊，去去去！ Please take your feet off the footrest and keep your ski pole up. 左线是红，右线是绿。走红线，先走左边。是你讲话吗？还不没事，好，走走走走走。
受不了上面那一个。那这样也只能跑绿线回来，就逛一次而已。这上面那个叫什么线？啊？这上面那个叫什么线？你说的。应该是由上往下不开，由上往下开始不开。但是我没有。嗯，因为理论上就是要让大家都滑下来。你先上面的不运作，那上面那些人自然渐渐的就下来。现在应该冲上，应该不会有人来阻碍我们吧？但是上去可能是五分钟后，风运气了。如果上得了上面，那就滑右边那个红的。而且在滑之前，可以看看要不要拍照。现在好像天气不错。
他们是有保育的雪场。哦，因为它是那个字，那国有林还是什么东西？嗯。拜托，拜托。他不要，嗯，没有人在车上了吧？几乎没有人呢。现在看这个雪道。好像斜斜的，但是我们滑却觉得很平。下半截有人。疯掉了两个，对，我们是最后了，最后还有三个四个，结束了哪一边，然后又一开始说右边，然后又说左边，你
去，就是很难决定啊。这边很平啊，你要跑右边也平，左边也平啊。我只在想说，等一下该不会只有右边被太阳晒，左边没有吧？还是左边被太阳晒，右边没有吧？你下车再告诉我。嗯。看都没有被晒，我现在都是。对啊，就是什么都没有。刚刚还有的。对啊。我有，我是有机会。啊，左边蓝蓝的。我觉得山上有人啊，不是吧？是树，不是的。哦，是站着的树。哎。没有东西在动吧？我在观察那个点，这有没有在动？我有没有了？没有了。高杰可臭已经要上车了，橘色的是可臭。哦，那他就等在你后面，然后你就一直在拍照不走，他就只能站在那里，也不能跟你讲话，不可以赶客人。真的、哦、有这样规定吗？你不觉得吗？你就投你这样不会心情不好吗？我拍个照啦。上次那个都没讲话。对他们就不会讲话。默默的守护着你，对对对，后腰你真的是溜下去了。那这个拿个棒棒这样，穿着松鞋板，然后在那边轻轻敲敲，抽两下，用树枝边打蜡，抽两下也好。真是、欸，好像远远有一点蓝。那里一直都是蓝的。好了，决定走左边了。为什么？因为那边是蓝的，没有太阳的话，最起码篝火看到也是蓝的。太阳就在它后面，那云实在太厚了。嗯。这样再开去是半小时还是40分？还是你要先开去鱼市吃了饭再回去，是不是？中间的。咖啡你不要的话，那就是先去鱼市，也可以先 check in 再去。那就先 check in 再去吃饭，或者先 check in 问有没有得吃晚饭，有的话就不用去，没有的话就去鱼市吃完再回来。十分钟的车应该可以吧？10分钟车应该可以。对啊，而且这样一进去可以先插扣笔机再去吃饭，那就先去 check in。左边蓝天比较漂亮。对啊，一开始下去不是会往左滑长长一段吗？那我们只看到的风景比较好吧。啊，左边左边。你犹豫好了。对啊，看来是没太阳了，就去左边吧。啊，要变亮。这个后面呢。它被云蒙着，但是它还是努力的在变发亮。
下下。好，那就这样一直滑下去了。这次故意走桥上。哦。下面那个桥，上午是过山道。快，我们要过过。因为过去，我现在先讲，然后我们那个留那个速度。那你觉得那还是要坐下头巴士回去还是？我们这里的绿线下去冲了过去吗？好，冲不过去。看看，在下道之前，我们这边是高。啊，一点点，等一下就出来了，变亮了，拍一张好了。而且跟上午的太阳角度是不一样，现在风有点大，哦，有点冷，就是。你有看到你左边的那个翻滚人吗？对啊。他怎么了？我不知道他怎么了。他在你前面然后开始翻滚吗？我以为终于有在认真的滑，突然就发现他在翻滚，我也没有办法。好，冲过去了，来，直直冲。他们在侧门呢。
让我盯着那边看一下。有得吧，可能还没得上个厕所，如果到得了的话。我现在无法断定行不行啊，啊你还没退票，好吧，去退票吧，那我坐车回去吧。对啊，你要不来了吗？嗯，不用来了。Hello， 收工。关。要开车了。